位市长，你没事吧？别管那个爬到母鸡雕像上的小姐了，因为冒险湾已经是浪毛帮的地盘了。浪毛帮，浪毛帮，没有耍流氓的骑士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要阻止这些坏蛋机车骑士，就要派出狗狗机动队。大家请看。狗狗们，让我们一起欢迎汪汪队的第一只猫队友——野猫。汪汪在！好喂！哇哦！野猫！那一定是狗狗机动队的俱乐部。那么浪毛帮就去送一个可以壮烂家的礼物吧。峡谷去了，野猫预备，喵！急速推进器，哎，快点踩刹车，再往前你会摔得很惨。我成功了，汪汪在，野猫，现在看你能不能用毛线卡住它的轮子。没问题。喵！毛线球发射器。汪汪赞，野猫，就知道你能成功跳跃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野猫，很棒的救援。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丛林里的巨大声响吓到大象宝宝跟他的爸爸，我们得快点把大象宝宝从流沙救出来，免得他陷得更深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没事的，大个子，汪汪队马上就会到了。一座石头球，马上来！哇，那个流沙好深哦！啊，用这个行吗？好主意，灰灰。如果石头不行，那就试试看木头桥吧。哦，绞盘，收回绞盘，阿奇。绞盘收回。哦，宝宝太大了，我们得固定住卡车。谢谢更大的大个子。小丽，把原木放到它下方。我来帮你解开，大家小心脚步。各位做得好。不用客气，大象爸爸，只要记住，要是你又听到可怕的声音，就大声呼救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浪毛帮带走波特先生的迷你甜甜圈机，我们必须拿回来修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拍天天，骑士狗狗要飞上天喽！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机动队冲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听起来有用了。莱德，找到他们了，迷你甜甜圈机也在那里。他现在做的是超大甜甜圈。哇！好大的甜甜圈，他往浪毛帮那里滚过去了。啊，别动啊！嘿，里面的你们还好吗？有比这个惨的，你看。救命！我们要快点把它关掉。怎么关？
只能从甜甜圈那个小洞进去。可能要超厉害的跳跃才能穿过去。需要超厉害的跳跃，还是超炫的跳跃？喵！灰灰，斜坡！我要进去了。他真的做到了！我们还是困在这里，没办法出去。你不要那么肯定哦。好吃，可以一路吃出去。好了，波特先生，你的迷你甜甜圈机又可以运转了。哦吼！要是你遇到任何圈套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老毛帮跟古威市长的游览车一起受困在螺旋平顶山，也就是说，市长还有游客们都没办法离开。救命啊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野猫，超炫的，我准备展开疯狂飙色了。还有小丽，小丽去飙风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莱德，好高兴看到你们来。我们来帮忙了，市长。小丽，开始清理山路吧。没问题，莱德。砰！急速推进器。哇！喵！毛线球发射器。哦，是钢索。我从以前就想走走看钢索了。哇！哇！不需要帮倒忙的狗狗来救我，更何况你还是只猫。哈克，这样很危险。浪毛帮就是爱危险。野猫，我们必须控制住游览车。小丽会试着及时清除底下的石头墙。夹夹爪现在分离。又一辆机车没了。喵！小丽，快点！我想到一个主意，斜坡，小丽做了斜坡，哎，莱德、野猫、狗狗机动队，谢谢你们救了大家。要是你的游览车又被骑士劫走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大家赶来。我不确定原因，但看起来古威市长是跟浪毛帮一起横冲直闯的骑。听起来很不安全，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天天，我要你驾驶飞天机车从空中追踪古威市长。骑士狗狗要骑车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怎么样？要让我加入你们吗？想要进我们帮的，都要通过钢铁球的考验。怎样，坏威？给我进去球里面，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坏。好啦，咕咕鸡，我们接受考验吧。市长骑着机车在超大的铁球里面，完蛋了！我们需要全员出动才能拦住那颗球。我们马上到，莱德。小丽，用铲斗在那边堆个小山丘。看我，小丽去飙风！没事吧，古威市长？没事，谢谢。咕咕鸡在里面都开始头昏了。哦，莱德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狗狗机动队，还有野猫把我跟咕咕鸡从钢铁球救下来。不客气，市长。要是你又有甩不掉浪毛帮的时候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浪毛帮把海琳娜市长从他家赶出来了。赶到那个悬崖上，没错，灰灰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，
我火力全开，骑士风格。还有小丽，小丽去飙风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韩蒂娜市长，我们来了。毛毛，叫他下来。小丽，搬走那座岩石。保持冷静，韩蒂娜市长，我们会安全救你下来。哦，你们看有多乱呢！啊，他们还带走了小猫咪们。我们会找回小猫咪们。野猫，你快点来雾顶室。嘿，我准备展开疯狂飙色了。天哪，它真的好快哦！对呀，我们出动。追上了，你们应该也胡闹够了吧？小猫咪们在哪里？在下面。交给我们吧，阿奇、灰灰，包在我身上，绿色代表走。我准备好了，莱德，滑索。我们要冲过去了。哦，我不敢看。你的快递到了，接到了。只要你的猫咪又不见了，就大声呼救。狗狗机动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不过阿奇还没到，所以我才找你们来。我们要找到失踪的队友。队长呢？他的莱德，我可以帮忙吗？当然喽，野猫。我们会需要你超棒的机车技巧，帮忙我们搜寻狭窄的峡谷道路。谢了，莱德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大家都没事吧？你把我们带进来，现在带我们出去。我也想这么做，可是我需要其他机动队狗狗的帮忙。啊啾！啊啾！我又听到了，好像是从这边传出来的。啊！铲狗。野猫，我最好不要靠你太近，我不想害你继续打喷嚏。这不能怪你，野猫，我们永远是好兄弟。那些狗狗自以为了不起，要是你打造的像这么酷，我们就能自救，还能制造很大的麻烦。看着，哇，我的天，救命啊！阿奇，你去救机师，野猫，你救喷射机，马上去，莱德。你们的团队合作真棒，该帮你装个东西止住喷嚏了。嘿，没打喷嚏了耶。我加装了一个低过敏原滤网，只要阿奇戴着安全帽就不会对猫过敏了。谢谢莱德，只要你的喷嚏又带来麻烦，就哈啾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我们要去杰克的山出任务，而且动作要快。我们的矿工奥提斯叔叔搭上了失控的矿车，我们必须在矿车撞毁前拦下车子救出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，我需要你跟你的铲雪车用铲雪车前方的钩爪把奥提斯救出来。小丽，矿车看起来会撞进奥提斯的小木屋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堆出一个土堆把矿车拦下来。他在那里，猪猪，钩爪手臂。是汪汪队。哦哦。接到你了，猪猪，接得好。可是拜托不要让小金跑掉了。小丽，准备好，矿车往你那里过去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莱德。老天保佑。小金。糟了，猪猪，金块又从山坡滚下去了。小金，他又回来了。要是再不走，会被压扁的。毛毛，你现在赶到山脚下的岸边，抓紧阿皮斯叔叔。
成功了，莱德。可是现在换海林一家有麻烦了，快点，毛毛！用你的水枪把海林前面的地面弄湿，用泥巴困住那个金块。知道了。我真是太感激汪汪队了，你们救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。你的大金块吗？不是，我的新朋友巴蒂跟他的海狸同伴。在丛林里玩捉迷藏真是太有趣了。先等一下，我们还要找到毛毛。 Where is he? 毛毛，找到你了。你不是毛毛，是企鹅，这可不是在丛林每天都会看到的动物。我想要抱它们。过来，小企鹅，小企鹅，小企鹅，快出来！那一大块冰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企鹅一定就是这样飘来这里的。还真的被你们说对了，汪汪队。阿宝船长，这些企鹅离他们冰冻的家很远呢。我们最好打给莱德。阿奇，怎么了？莱德，我们在丛林里发现三只企鹅，后来又不见了。没有迷路的企鹅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灰灰，你去跟阿宝船长要些鱼，还有带上弹弓。绿色代表去钓鱼。快看，阿宝船长给我们一大堆鱼，太好了！用你的弹弓发射鱼，引导企鹅上阿宝船长的船。Look, penguins！吃午餐喽。谢谢你送这些企鹅回去他们的家，奥巴船长。我有鱼喂他们，这底下还有冷气，所以这些企鹅会一路舒舒服服的回到寒冷的气候。玉米已经可以采收了。哎呦，咕咕鸡吃得很开心的。这是什么？叫自动采收机，它可以马上把玉米都采完。这样采收真是棒极了。不知道自动采收机能不能采收其他作物，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呢。可以，它可以采豌豆跟大头菜。哦，咕咕鸡最喜欢大头菜了。哎呦，我可爱的包包鸡跑去哪里了？啊啊采收机是怎么回事？它失去控制了，而且我到处都找不到咕咕鸡。我该打给汪汪队了。天天有没有找到咕咕鸡？还没有，莱德，我会继续找。哇哦！看得出来自动采收机哪里有问题吗？灰灰啊，好消息，我找到咕咕鸡了。坏消息，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天天，找到咕咕鸡了，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马上去。爪子，给你咕咕鸡，抓住。哦，自动采收机要去哪里？走吧，咕咕鸡。我知道有个人看到你一定很开心。哦，他在这里，市长，平安无事。天天，谢谢你，你最棒了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首先是好消息，咕咕鸡下了一颗蛋。酷哎！糟糕的是，蛋滚走了，在镇上跑来跑去。我已经慌。我们要在蛋破掉之前追上它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。我要你用爪子轻轻地接住蛋，把它安全送还给咕咕鸡。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蛋不应该在这里的，我最好把它拿去给爷爷。泰国市长找到了吗？还没找到。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的孙子小鸡！泰国市长，嗨，汪汪队！一定就是那个灰灰啊，爪子，我来接。不会吧？跟着来
只海鸥。收到。哦，我的孙子小鸡好会弹跳啊！接住它，灰灰。啊，爪子。嗨，莱德，是不是？大胆哥丹尼，你那里多了一个。啊？哦，对，我看到了。小丽，我们要帮咕咕鸡的蛋找柔软的充气垫。我知道怎么做。你慢慢的下来，大胆哥丹尼。哦。哎，古威市长，惨了，我不敢看了。我接的真假蛋耶！耶！哦，谢谢你，小丽。咕咕鸡真的好担心哦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韩定娜市长带来特别的垃圾车，韩式垃圾处理车。没想到一只海鸥飞进车里，启动了倒转功能。现在垃圾车在城市上到处丢垃圾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那辆卡车竟然把垃圾都丢到这里来了。我们会处理的，就用这个。好棒的卡车哦。你看这个，那才是我说的升级改造，让我们回收再继续制造。莱德，我找到垃圾车了。它在哪里？就在附近，它往桥开过去了，桥打开了，桥整个打开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靠近垃圾车？那些垃圾方块把路挡住了。用升级改造来救援。我喜欢你想的办法，灰灰。完成了。现在抓住那辆车，抓到了！哇哦！表现得太好了，灰灰。哦，谢谢你们化解了危机，汪汪队。不客气。要是韩式垃圾处理车又乱丢垃圾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阿奇，是你吗？是，我跟咕咕鸡睡着了。我们醒来之后就发现我们交换了身体。哇哦，真的好奇怪哦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还有鸡。那些强风把比目鱼号吹上天，掉到了杰克的山顶上。灰灰，我要你打造一辆拖车才能把比目鱼号带回海湾。最后是阿奇，我要你用绞盘把比目鱼号拉到拖车上。汪汪队要出动喽。阿奇跟咕咕鸡在哪？团队需要磨合，我们会搞定的。我知道你会的，姑姑。不对，是阿奇。好了，灰灰，开始打造拖车吧。拖车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毛毛，把这个勾在你的消防车，把船拖回海湾吧。拖车撞烂的话，比目鱼号也会变成残骸的。狗狗们，拖车脱钩，比目鱼号滑下山坡，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快点，我们得拦住他。太棒了，我们在拖车前面。当我说现在，你就慢下来哦。不过现在，不过稳住，稳住，然后不过好喂，太棒了。船长，一切都好吧？哦哦哦，你也是。我跟华丽是想说，比目鱼号又浮在水面上的感觉太棒了，谢谢了，汪汪队。我又有脚掌嘞，好怪的梦哦。嗨，
嗨，猪猪，怎么了？我那先生加尔提斯叔叔的小屋装了高科技智慧屋系统，现在他们被锁在屋内了。这下糟糕了，我们马上去。没有太聪明的小屋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耶，他们来了！毛毛，把你的梯子伸到那里。知道了。梯子。好，灰灰，爬上去进入屋内。这只狗狗要爬上去。现在要进去了。谢谢奥提斯叔叔。哇，这里面好热。控制面板在哪里？这根本就是个失控面板。嗯，我把面板拿掉才能查出怎么关掉它。啊，螺丝起子。小心点，我加了反关闭选项，我来帮你解除。哦，等等，度假模式已启动。大家动作快，跟着小屋走。我们要拦住小屋才行，快看！猪猪，用你的钩爪让它慢下来。啊，钩爪发射！抓到了！太棒了！现在踩下刹车。很好，现在拉！我们希望你度假愉快。我很抱歉，差点害你的小屋升级到掉下悬崖。没关系，老实说，我喜欢没有酷炫装置的小屋。谢谢你们救了我跟这个低科技的家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小屋变得太聪明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我假装脚趾头断掉这一招还真是太高招了。你们以后啊，就叫我寒天才是正。我要哪一个按钮啊？梅娜，马乔丽太太呼叫莱德。别担心，马乔丽太太，我们会救梅娜。阿奇，你到前面去，用你的网子拦住涵动车。网子。不要喷我，拜托！网子行不通哎，市长跟动物们往河边冲去了。狗狗们，跟我到河边汇合，我们还要去拯救动物。在河岸前方架起障碍物吧。臭鼬，带走臭鼬！梅娜，快点过来！这是什么按钮？接得好，诺玛救得好，开车开得好，梅娜。哇，太好了，又回到地上了。哦，开心跳舞，开心跳舞。哎呀，汉丁娜市长复原的真快呀。哎呦。莱德，狗狗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救回梅娜，还有救了韩丁娜市长。哎，谢谢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遇到涵动车的问题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路上的车阵中间。他被困在水果摊里，可是那是个路边摊，不是要放在马路中间的。说得对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引导车子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。包在我身上。还有小丽，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。小丽往前冲。好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我在这里，莱德，马上就来，波特先生。阿奇，知道了。交通锥，扩音机，请大家沿着交通锥往对面开。哟，谢了，莱德。不客气，波特先生。小丽，好了吗？来了。
这些捡起来，不然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。嗯，苹果酱。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。嘿，那是我的无人机。这个遥控器还是不太好用，我把讯号调强一点，然后。好酷哎！成功了。是啊，没错。哇哦！哇哦！回来！我的铲雪车。他自己开走了，逃跑的铲雪车。这个遥控器变得好好用哦。猪猪的车开过去了，可是猪猪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快累坏了，哎。杰克，跳上我的沙滩车。上来吧，猪猪。谢谢。好了，大家听好，去接那辆铲雪车。小丽，用你的树叶袋当缓冲，拦下铲雪车。知道了，莱德。谢谢你载我，小丽。不用客气。别再跑了，铲雪车。做得好，小丽。真的很抱歉，我跟我的无人机闯了大祸。没关系，只要你的遥控器失控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好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古威市长在追逃跑的仓鼠古须须市长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困在水泥里。仓鼠市长吗？哦，我们要救出人类市长，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之前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！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拜托救我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市长，小丽知道怎么做。啊，手提电钻。谢了，小丽。哦，可是那个胡须须市长呢？我跟阿奇会找到他。你有看到他往哪边吗？他滚向那边了。糟糕，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我去救他。啊！我没看到他，你们看，是金鱼宝宝。古须须市长在金鱼身上。路马，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。开始行动吧。我到了，莱德，在金鱼肚子的正下方。太好了，你等我的信号。路马，预备喽，动手。好了，兄弟，来搔痒痒喽。爪子，痒痒痒痒痒痒！他过来了，小丽接住他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接到了！哦，你接到他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，就大声呼救。现在大家一起为猫咪救援大队欢呼吧！你只要遇到任何困难，就喵喵请求支援。什么猫咪大队？反正冒险湾也需要更多帮手。你不用担心，阿奇。冒险湾的居民最喜欢的永远是汪汪队。以后就不是了，因为我的猫咪们会一直出现。谢了，莱德。食物碎屑就是一直掉在我的庭院。莱德，屋顶上有一只猫咪在乱丢食物。怎么可能会是猫咪呀、啊？真是！哇哦！我就知道，海妮娜市长，是你自导自演，假装需要救援，对不对？小猫咪们，我们走。拜拜。走，走开。啊！我看不见啦。
讨厌的海鸥！韩蒂娜市长，你没事吧？小猫咪们，快救我！我要请求协助！喵！我想他们现在救不了你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援钓具，马上来。谢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我跟猫咪大队。不用客气，韩蒂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喵喵请求协助。可是，如果这招没用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，你是在搞笑啊？欢迎大家来到冒险湾风浪帆比赛，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不好哎，这还差不多一点。抓紧了，咕咕鸡！来了，好哎！真奇怪，突然冒出一股很强的风，海面上是怎么回事啊？哇哦，我们得去帮忙！没有太强的风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露玛，看到您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卡蒂，我马上就让你不昏喽！哇哇，救生圈！啊，谢谢你，露玛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嗨，古威市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抓紧喽，古威市长。莱德、灰灰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有我的小情趣。快看我，我在屋顶冲浪。酷哎，要稳住，稳住，现在。糟糕！救到了。太酷了，真棒的飞行技术。这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风了。风到底哪里来的？大家来见见新来的乳牛。我的天哪，它不是乳牛，我想它应该是海牛。决定要叫它明明，小海牛明明。它是很可爱，可是海牛不适合住在农场，我们要送它去可以自在游水的地方。海牛住在沼泽里，我们越快送明明过去越好，翻过这个山丘就可以看到沼泽了。东宫，水槽！啊！小丽，我们需要你搭个路障拦下那个水槽。马上去，莱德！小心！现在安全了。哦哦，水槽上有一道裂痕，那我们最好尽快把明明送到沼泽去。明明，你到家了，而且时间正好呢。我们让卡车后退，让水槽靠近水边一点。啊，莱德，这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哦。天天，到沼泽找我们，我们需要你吊起海牛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去，阿奇，我们必须让明明离鳄鱼远一点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网子。什么，温娜先生？回力飞盘第三代，一种涡轮动力的自动飞行飞盘，你丢出去之后啊，它会自己飞回来哟。它现在不是该飞回来了吗？
拦住那个回力飞盘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我们会救你下来的，波特先生。妈妈。哦，皮子。哦，谢了，妈妈。哦，不过我的水桶还在上面。没问题，我去拿。哦哦，我没事。飞碟往那里去了。回力飞盘抓到莉莉了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只好找冒险湾最会接飞盘的人来帮忙。谁啊？机器狗。机器狗，接住那个飞盘。阿奇，用网子，网子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鸵鸟奥利维遇到麻烦了，不会有事，因为我们会去救他。小丽，我要你用起重机搬走岩石，解救奥利维。天天，我要你用钓具把奥利维从峡谷钓上来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你来得正好。不会有事的，奥斯卡，我们会救奥利维。起重机。夹住了，轻轻的。好了，天天，用你的钓具。我觉得奥利维不喜欢飞行，我得放他下来。那我们必须另外想办法送他回去孵蛋。可怜的奥利维，你的脚很痛吧？他绝对不可能用走的回家，我们需要车子。机器狗，请回答。我要你把汪汪巡逻车开过来，我们要送奥利维回去牧场。汪汪巡逻车来了，奥利维，机器狗会送你回去。把奥利维带到车上，然后。纵快！哇哇，来得！机器狗，用你的喷射机追上他们，带他们回来。停下来。谢谢你救了我们的鸵鸟家族，莱德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鸵鸟逃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快看，有怪物！那到底是什么怪东西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种动物。我们该闪人了，丹尼。叫我大胆哥丹尼啦！可以看到真正的怪物，那就赞到爆了。是恐怖到爆才对，我们快点走了。啊！真希望钓鱼可以走快一点，我来搞定。哇耶！太棒了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速度太快，机器就坏掉了。至少待在上面，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。什么山怪？它很高，绿色的，现在跑进树林里了。我来打给汪汪队。哦，皮子。嗨，雅丽，你先下来。好的。小心，雅丽变路。我们没事。谢了，莱德，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。猪猪，有没有在树林里找到什么？莱德，我找到怪物了。
那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市长，但他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倒退着往山坡冲下去了。撑住，博威市长，我来帮你停下来。博威市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好有你，猪猪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，就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必须找到波西弄丢的地图，修好故障的盘旋雪橇，否则圣诞老公公就没办法去送礼物了。不好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。特务阿奇要执行圣诞任务。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到北极去。好了，汪汪队圣诞任务出动。飞上天了。哎呦，真倒霉。灰灰，去查查看盘旋雪橇是出了什么问题。马上去。现在来找不见的地图。阿奇，闻闻看有没有地图的气味。好的。我好像闻到肉桂味。可能是我边看地图边吃肉桂面包留下的。哦，我敢说地图也有肉桂的味道。我闻到的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无人机。灰灰，盘旋雪橇修得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棘手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科技，但我会努力修的。太好了，莱德，我在圣诞树上找到了地图的一部分。这半张地图上的是冒险湾。要是圣诞老公公没看到，就不知道要来这里了。那我们必须快点送你到北极去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盘旋雪橇是飞不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送你去北极。听着，猛冲者，听着，舞者。圣诞老公公，圣诞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波西？圣诞礼物运送地图还少了这一半。是冒险湾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可不想漏掉那些好人。谢了，波西。其实呢，应该要感谢莱德跟汪汪队。真的是圣诞老公公哎！对啊，没错。真是乖狗狗啊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今天早上，波特先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。我猜他是熊熊，忍不住想吃派。但是我们得送这只熊妈妈回到树林里。嘿，这不是韩丁娜市长家的猫咪吗？他好像希望你跟他走。韩丁娜市长在哪里呀？他可能有麻烦了。灰灰，跟我来。我的天哪，好吧，你轻一点呐。韩丁娜市长，保持冷静，千万不要想跑，不然熊就会追我吗？他已经在追我了。天天，快来帮忙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莱德，我就快要到了。你再抓紧一下下，现在放手。接到了。好了，灰灰，我要你的派。你有东西可以让它飞起来吗？我就知道这颗气球会有用处。熊熊，快看，天空上有派哦！一个飞天甜点，应该能送你回家了。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韩丁娜市长。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欢迎各位来到冒险湾的大气球游行。耶！啊？哇！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大家都在抬头看我，太好啦！我的行程表没有登记韩丁娜市长的气球，不过我们是好邻居，可以让个位子给他。韩丁娜市长，请你到队伍的最后面排队。
长的气球失控的在乱飞，我需要你去救他。绿色代表走，快来人救我，韩丁呐，快来呀！他的脚上有个洞，如果你用爪子把洞夹紧，他的速度就会放慢，空中巡逻机就可以抓住他了。夹东西是我的拿手绝活。啊，爪子，空洞收紧了，莱德，做得好。你可以放手了，灰灰。哦，游行结束了没有？哦，游行才刚要开始呢。快来拿纪念气球哦！大气球游行日快乐！这是最棒的游行了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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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亚历跟波特先生在丛林深处的迷宫里迷路了。救命啊！还好亚历画的通往迷宫的地图，让小曼送过来给我们。小克，我要你开吉普车，用超强听力找到他们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用无人机搜索茂盛的丛林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大象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，引擎声，是汪汪队来了！救命！要喊大声点，也许大象宝宝可以帮忙。我听到一只大象宝宝，还有另外两个声音，听起来像在学大象叫。我们得过去看看。好哎，找到迷宫了。汪汪队会听到我们学大象的叫声吗？我听到亚历了。好哎，去找他们吧。爷爷，那是阿奇的无人机。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。我看到了，汪汪队在这里。小克，你能把亚历拉出来吗？钢索。莱德，狗狗们，大象宝宝还被困在里面。小丽，把你的车开到迷宫。小丽，往前冲！有人需要接送服务吗？我们要给海龟一个干净又安全的海滩，他们今天会游上岸来产卵。完成，所有海龟请注意，没有垃圾的产卵区已经准备好了。没有垃圾啊？有了，我们在海滩丢一大堆垃圾，让海龟不管靠近这里，他们就只好游到目的室了。现在我们眼前只有一个阻碍，灰灰，那只狗狗捡垃圾的速度比我们丢垃圾还快，只好让它离远一点了。海里有垃圾，我可不想让海龟撞到垃圾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拖船。给我回来！我，那是我的狗牌，我需要一艘船。这个应该能做出最厉害的狗狗火箭背包，回收最赞了。我还找到薄荷糖，虽然已经不能吃了，但是可以制造气泡。冒险湾，我来喽！绿色代表走。灰灰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小猫咪们，快发射垃圾啊！不要做梦了，这个是我的才对。好了，莱德，我拿回我的拖船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海龟们已经往海滩去了。好消息，做得好，灰灰。海龟们来了耶！万岁！嘘，哦，万岁！
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法兰索瓦跟阿宝船长在海底遇到了大麻烦。哇，金鱼平常很温驯的，我第一次看到金鱼那样。哎，我也是，路马，金鱼一定有什么困扰，但是我们要先帮船长他们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，你驾驶潜艇把金鱼从潜水中引开，还有小丽，你用挖土机把潜水钟翻过来。好哎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可是金鱼也来了。木马，看你能不能让金鱼离开。嘿，金鱼，玩过鬼抓人吗？你一定抓不到我的兄弟。好，小丽，该你上场喽。哦，天哪，我们又可以动了，现在快走吧。嗨，金鱼去哪里了？你在这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莱德，金鱼好像不太对劲，它一直不停地抹嘴巴。你能不能靠近一点看看？莱德，我看到了，它的牙缝里卡了一个东西。灰灰，我们去帮路马刷那些大牙吧。可怜的金鱼一定非常非常痛吧？这只金鱼需要刷刷牙，还要用牙线。让我来吧，莱德。救生圈的绳子真是好主意。兄弟，嘴巴张开。成功了，做得好，宝宝们。只要有嘴巴的问题，就大声呼救。他还刷过牙了呢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狗狗们。今天早上校车到的时候，雅丽不见了。糟糕，怎么会啊，兄弟？放心，会找到她的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我要你用望远镜跟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雅丽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天天，发现雅丽了吗？雅丽跟迷你巡逻队在比目鱼号上，它的速度快到要失控了。完蛋了，阿宝船长偷偷跟小芝芝掉进水里了。我马上到。路马，驾驶气垫船到海豹岛外海跟我汇合，开始行动吧。雅丽，准备好，我来救你了。耶，得救了。我抱着糕饼盒，恐怕抱不了多久了。我来搞定，兄弟！呼呼，救生圈！谢了，路马，你救了小动物跟杯子蛋糕，所以他们才没有泡到海水。快上来吧，阿宝船长！谢了，莱德，但是要快点去阻止比目鱼号，不然他会撞上海豹岛。路马，去掌舵。知道了，我需要来个大跳跃。气垫船自动驾驶，轰哇！现在让船去兜风，离海豹岛远一点。哇！耶！嗨，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没说一声就跑掉。谢谢你救了我的杯子蛋糕跟迷你巡逻队。不客气，雅丽。要是你又遇到麻烦，就。呼救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太好了！沃特先生跟雅丽因为在暖暖坡岛上发生下雪的紧急状况。下雪在热带岛屿上吗？是的，沃特先生跟雅丽被大雪困在山顶上，得找到他们，带他们下来。机器狗就在猪猪的铲雪车，然后前往暖暖坡岛。爷爷，你做的雪鞋好酷哦！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玩往下走去沙滩，那里是空旷的地方，汪汪队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。好哎，我先走。哦，爷爷，你看，我在滑雪了。小心点，雅丽。啊哦哦！妈呀！拜拜喽，大鳄鱼。雅丽，我们得慢一点。我没办法啦，好好玩哦。惨了，我们的前面有悬崖。不停视线。莱德，
我看到亚历跟波特先生往山下滑，可是看起来他们往大悬崖冲过去了。猪猪，把你的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，做一个超大的雪链，快点！没问题。又软又舒服，时间正好。亚历、波特先生，你们没事吧？好好玩哦！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？我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吧。这次的冰雪露营最好玩了。这要感谢你跟汪汪队，莱德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怪天气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紧急事件，古古街的雕像消失不见了。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。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，可能会有帮助。阿奇，用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我发现脚印了，到人孔盖那里就没了。阿奇，派你的无人机下去，看看能在地下道找到什么。发射！雕像就在那里，好威！为什么雕像在动呢？汉蒂娜市长，不该想到的。我不记得有邀请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派对。汉蒂娜市长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，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去追他了。什么事，莱德兄弟？汉蒂娜市长把咕咕鸡雕像带走，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地道逃走。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碰面。莱德，你看，该洗蓬蓬了。慢着。水流太强了，我们会被冲出去，冲到海湾外的。沿着地下道就能回到无敌室了。什么？啊！竟然有鳄鱼！冒龙车，马上倒退！啊！啊！阿奇、天天，我要你们准备好接住他们。现在放弃冒龙车！网子。真是太丢脸了！做得好，汪汪队！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，是你害翅膀变得那么脏的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温娜家新来的袋鼠跳跳在镇上到处乱跳，他还把亚历弹飞到摩天轮上面。这也跳太高了吧！现在跳跳不见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梯子帮忙把亚历救下来。还有阿奇，我要你运用侦探技巧找到失踪的袋鼠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你知道怎么做？阿奇，出发去找失踪的袋鼠。快点，毛毛，我的裤子有点……就来啦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毛毛。他在那里。火影机，跳跳，快过来，该回家了。他好像在找什么咕咕鸡。咕咕鸡在这里的话，那巧巧一定是跟着古威市长去峡谷了。古威市长，发生重大的紧急事件了。天天、灰灰，我要你们马上赶来绝美峡谷。马上去。知道了。天哪！天天，用钩子抓住他们。钩到了。古威市长，怎么了？穿着小鸟装的丹尼在很高的天上，莱德，他被两只老鹰抓住，老鹰带着他飞走了。如果他戴着头盔，那么他可能还在实况转播。让我看看，飞在天上的极限大胆鸟要开始最棒的高空冒险了。我们得去救他，
没有太大的鸟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降落地太厉害了！哦，我懂了，特技迷们，最厉害的老鹰飞行教练，现在是想要教极限大胆鸟怎么飞啦！抱歉，大老鹰，还是飞不起来。哇哦！也谢谢你们拉我。嘿，我在飞了。那你以为他在飞，可是他只是在弹跳。你想办法警告他，可是他又听不到。我知道了，阿奇，用无人机把特务对讲机送去给丹尼。无人机，无人机送货，马上就到。酷哎，天外飞来只对讲机，等等再聊好吗？我的飞行课才上到一半而已。丹尼，不要乱动，等我们去救你。我现在不想飞了，救命！哇！翅膀，加油啊！快飞！现在开始，让我来飞就好了。谢谢你们的高飞救援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极限飞行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